怎样了？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超级人。我们现在打算用这种乞丐的姿势来一个开场。我今天开心的借到了一台很原厂、很原厂的 S1000RR。你看他这个写一个，这个超好笑的，全台湾无法骑快俱乐部。对。而且还是社团法人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非常可爱的一张贴纸，应该是想要呼应一下那个骑帅不骑快吧？那叫做骑帅，而且没办法骑快，骑帅不骑快，跟骑帅没办法骑快，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意义。靠，可不可以正经一点啊？全原厂的 BMW S1000RR 哦、，M 版的，所以它有电子悬吊跟碳纤维轮框，对吧？你看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哦、，OK。有一个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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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怠速的声音。你三叶是不是？三叶应该已经好一点了吧？那个胶啊，新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等下就先去骑看看吧。我是觉得它轮胎好像快没有了。嗯，这 cover 兔用的有点光啊。有碳框。对，那是有碳框。哎，没有，我要说这个，这个超好笑。你看后面，你看这个居然都还在。就还在啊，你是有什么意见？这连这个箭头都还在、欸，你的箭头不见了啊！原来那里有箭头啊，對，我没有看过。你仔细，拜托你仔细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你当初为什么不买 SR？ 因为我觉得它的噪音比较多啊，然后它的噪音比较多，震动比较大一点。Triple R 噪音就比较小嘛。稍微没有那个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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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吧，哦，对吧？然后震动小一点点啊，比较不会有脚底痒痒的感觉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摩托车就是都会这样震震麻麻的，他不爽是不是？要动手动脚。哎呀，他要卖多少钱啊？108万而已，其实不贵呢，超便宜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跟他买？我买不起啊。你可以把三倍啊卖掉。不要，用讲那么多。三倍啊，比较帅。有探框的孩子考试就是比较高分。你那是正打还是反打？正啊，正。啊，你现在用一打还是二打？二。哦。我二打很拉你。对啊。你那齿比好像是不是有改啊？可是我还觉得它摇摇晃晃。我的老天鹅！怎样？啊，你要看一下后面吗？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看后面。干！我看到了。哇，也太快了吧！突飞啊！啊！这车也太快哦！你有觉得我看起来很摇吗？有一点呢、欸。对啊，不然摇个屁！是我后轮胎压打太低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后轮胎压是打多少？26啊。没，可是现在温度起不来啊，因为现在我的后胎压才后胎温才29而已啊。你等下骑一定会靠背。为什么？哦，我脚好痒啊。轮胎，你的轮胎好像有点问题。哇，要变换方向也太猛了吧！干嘛？你还在吗？干嘛？你走开！我们演一下不行吗？哦，好好好，你去，你去。哇，好快啊，跟不到！不敢。啊、你骑前面啊，让我看看你多会骑。让我看看，车子比较熟一点。哦，这车大脚啊，好摇、欸！对啊，你超摇的，超摇！啊、那轮胎换掉了吧？可是它胎都还在啊。怎样？将会是怎样？我没。
你到底在高兴什么？我一直在。你知道这种速度阿庸快睡着了吗？知道。我觉得很快了。笑死了。可不可以演一下？演一下，探空很强哎。演一下插你内线。我觉得要好好拍 S 啊，只能自己买下来一台。这车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，要自己买一台，才能好好展现它在力宝的成绩那种表现。你买吧，不大行。他说他现在超划算，哎，才108万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样我觉得，因为借来的车它通常就是设定啊什么的都对啊不如预期，然后你要跟我们这种设定已经做的差不多去比较，我觉得很。很难呐、啊！我在车上动它，这样一直这样，哇、哦，干哇，车友真很大力。好可怜哦。很开心可以试到这个 BMW S1000 Double 啊，这是2020的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、，M Package 版本的。然后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在路上试过，没有。那其实这个车在台湾卖的非常的好。然后在力宝赛车场，整个就是大概有一半的车都是这个吧，两分内最多的车就是这个车啦。S R 一台车要100多万，然后卖了40台，这个经济效益有4-5千万哎。要讲钱是，来讲啊。J M Racing 接我们的车是，哦，他现在开价只要108万，无摔无倒，全原厂，几乎全原厂啦。他有改一些小东西嘛，外观的，例如这个 Rizoma 的后照镜啦，然后短排架啦，单座盖啦。然后这叫 Rizoma， 林州嘛，我以为是阿用牌。Rizoma， 然后他有去包个膜嘛，大家常常看到 S1000 Double 都是那个国旗配色嘛。红蓝白嘛，人家 B N W M Power 的那个经典配色，那他有去包个膜，然后让它比较单纯一点，几乎就是白色黑色，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看的，看起来比较成熟稳重一点。你说整个这样是白白的，很好。然后一些小小的 logo 啊，然后 S R 的 R 在这附近嘛，对吧、啊？就很精致的感觉。哦，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车就是车上配的是 Cup 2，然后基本上是那种快用完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快用完，但是旁边的箭头还在的，那种东西留着要干嘛？我不要再被道德约束了，林肥就是压车，不是我跟你讲，压一直压，我现在想讲，如果哈，你们有些人就是可能骑车没有那么激进的、啊，然后你旁边那个箭头也磨不到的、啊，我是建议你们可以用抛那个叫什么抛 GP， 抛 GP 就，嗯，因为其实他们中间胶料是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胎纹的分布会在，胎纹的分布会再更扩散一点。其实对应一般使用情境比较 OK 啦、嗯，所以骑起来怎样？我觉得它全部的重点，大概就集中在两个东西上面。第一个是它的碳框，是哦，它会造就一个非常怎么讲激烈的动态。它在左右变换方向上面，因为碳框实在是太轻了，是惯性很小，对，所以你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变换方向。那个激烈的程度，真的让我有印象的应该是那个谁啊？Panigale V4 SP 那个也是标配碳框的，对，所以它就是会有碳框独有的那种动态。那你不觉得变换方向？你不觉得就是在遇到这种动态很激烈的时候，你就会更费神的在就去消除它的那些动态，会给你的反应。对，而且它对于轮胎的要求就变得很高，所以我们一开始刚刚有讲到轮胎的事情，对，因为它的轮胎其实基本上快磨完了。是。对，然后今天天气又特别的冷，在刚开始骑跟骑个几趟之后的表现，它会出现不一样的反应。你不是说我在骑的时候我一直在侧滑吗？对，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胎压也不大对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避震器，这就是它的重点的第二个部分。嗯，哦，就是它的电子悬吊，其实还蛮棘手的。它的调整不像我们传统机械式的避震器那么直接，就是一些旋钮，你插工具进去转它，哒哒哒哒几格就是几格，几圈就是几圈嘛。它电子的，所以它变成要从仪表这边控制它。人机界面的沟通上面，就是我们跟它没有很熟，我们没有这么高端买这么高级的车，对，所以工读生也摸索了一阵子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胎就是。它其实寿命差不多了，然后它的电子避震器也很有趣，就是它有学习的功能，对，所以其实骑这台车，我觉得乐趣就是你刚开始骑它是一回事，但是你跟它
多沃克几趟里程累积起来，这个车的电脑很聪明，它会慢慢的学习说，哦，这个人现在是这样子在骑的，前脚会到哪里，然后避震器作动的范围会到哪里。这个车原厂就有配后避震器的那个位移 sensor，是，就跟 RES 一样，它会把数据传到行车电脑里面，然后经过计算，然后调配出最适合你现在行车状况的避震器阻尼。简单讲就是可以越骑越快，越上手，觉得自己越来越厉害的感觉。电子机嘛，电子机是什么？你不要透露你的年纪，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在玩电子机。数码宝贝，好像有 AI 的感觉，就是 你要去培养它，养成它。是的，美少女养成，对对对 ，SRR 养成计划，哦，每天压山路30公里这样。骑到后来会觉得哦，这车越来越棒的那种感觉。刚开始骑的时候，大家看画面应该有发现，星星整个就是变成智障，在那边扭啊跳的啊，然后觉得他的反应怎么那么激动啊？轮胎抓力力又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他连前脚都不敢下。然后我们强烈怀疑前车主的体重比较重，他的弹簧预载可能被调得很高。对，这些都是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。但综合下来，我觉得这车的确就还是很晒啊，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哦，为什么力宝就是这么多人会选这个车在骑，然后再推单圈。它真的很适合躺着，说躺就躺，而且躺下去之后很稳，躺的速度也极快，它下倾角超快的，快到就是你还得就是分神说，就是你要 hold 它一下，要给它一个缓冲，不然它一下就要去地上的那种感觉。我们不是有讨论出说，其实它如果是这种配置，碳框的配置，我们应该把弯速做慢一点。对，然后把刹车延迟一点，带进弯中。对，因为它轮子很轻嘛，惯性很小，加减速很快，加减速很快，而且反而会变成，因为它很轻，所以你带着一点刹车进弯的时候，给它多一点的那种荷重，它不会那么过急，给它一些阻力，对，它反而比较可以压在地上的那种感。你如果刹车完全放开，然后进弯，它反而弹跳也比较多，很奇妙哦。对，你要买碳框就没事了。就其实我觉得碳框好像，不然对轮胎的要求啦，对避震器的要求啦，对骑手的那个，没错，都经验都很要求。是的，其实不要花那么多钱，就不会烦恼那么多。然后最后就是引擎，我觉得应该是这台车你一直靠背到现在的东西。其实我也是有点 confused， 就是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一个蓝白徽章，引擎噪音呢，可以比川崎还多呢？我觉得这可能是它的特色，尤其它都到新款了，就是听说最近改的，好像有好一点啦，听说的。但它就是怠速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，它会有一点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叫这样。哦，但我在猜啦，之前不是有人讲说，像这种新世代的高性能跑车，它不是会把一开始冷车间隙做大一点吗？等到它热起来的时候就会密了。听起来很合理啦。对，在我们认识阿用号之前就会相信这个说法，因为我们家 Z10R 对不对？卡瓦萨奇尼那个，它怠速很安静啊，运转品质极好啊，然后你说它转速不会很高吗？没有，它14500多转呢。那个 SBK 那个16000转还被人家限转，有没有？限到13000。对啊，其实我是真的不大知道啦。我帮 SR 找的理由是吼，它的引擎很特别，它跟其他人不一样，跟阿用不一样，就是它的凸轮轴是可变正时的。我强烈怀疑应该是那玩意在搞，就是低速的时候凸轮正时是位在一个位置，然后那个位置会发出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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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，所以一旦你把转速拉起来，它位移到下一个位置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没有了。哦，是诶。所以如果这车都是拿来骑赛道，就是运动化骑乘，就没那个问题了，就没有那个问题了，只剩下就是它的震动稍微明显了一点。这种震动你可以从手把拉，还有脚底板感觉特别明显，麻麻的痒痒。所以，对，我觉得这应该大概就是这样了吧。对啊，也是。我觉得这讲起来好像缺点的东西，其实应该也无伤大雅吧。哦，对啊，反正这车就是拿来骑很快的，它骑很快的时候，你基本上也不会在意这些事情的。你比较在意的是它的动态反应啊，它的进出弯加减速啦，然后享受它那个超高车台刚性带来的超高弯速啦，大概就是这样了吧。感谢大家，拜拜，下次见。